mismatch 的机会。对，今天法师可能会有更多的切入，因为昨天他的三分球石头紧一中，又是 Tom 的发挥。汤马士再给阿敏，剩八秒钟，杨敬敏再交给 Chris， 麦卡洛的外线投射 for three。左边麦卡洛的空档三分球出手 bang， 国王队开队不太像现代篮球，双方的防守以及肢体碰撞非常多。麦卡洛没有传球，选择自己出手的弧顶位置三分。哇，以他第一节的手感，阿米回马枪给 Q 三分外线投射又进，都是四五号位在投外线啊。作战的策略非常，如果在拍球的时候感觉人是站在场外的。麦卡洛单节的第四记三分球，团队的第六个，哇哦。哇，如果说是犯规的汤马士下半场一开始没办法打先发， Q 接到球之后就在外线开炮啦，哇哦。哇， Q 今天的攻击球员的专注力啊，或是教练团也是看来需要去帮团队做一下调整。好，汤马士小火车跳出来灭火了，是一记三分球。今天他跟 Q 今天表现还不错的李佳瑞外线麦卡洛，哇，这个防守出了蛮大的问题哦，就像刚刚，但工程师现在团队的三分线还是没有投开啊，十三投一中。说到三分线，马上小火车补了一记弧顶的三分球。国王队看看 Q 在场上的优势在第四节能否发挥，给到 Thomas 外线的投射进，哇哦，今天他的外线很关键啊，